看看能不能偷袭一下。哎，有枪声，我靠，开车过来了，还是黄金玛莎拉蒂四个。我是老外 B， 今晚不吃鸡的好，我是跑星，今天又是一把我们最喜欢的特种作战模式。皮站有没有人啊？看见了，在打我们呢？你是当我们瞎子吗？看不见你、啊？哎呦，我好可怜呐、啊，连个四倍镜都没有啊。不过他们肯定有，他们的盒子肯定很香啊。在车库里搞什么 PY 交易啊？被我逮住了吧？全被我打成盒子。还有人吗？这老虎？全死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别坑我呀！有人。哇，还好我眼疾手快呀，这老虎。还有呢？再没有了，还好没心里个纸老鼠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哎呀，这包真香啊，八倍镜，还有98K，肥死我了。走吧走吧，出圈了，骑上我们的火箭少女摩托。哎，这老虎，你不是讲那个摩托可以发光的吗？怎么发光啊？哎，我看见了，就是这玩意儿发光啊，我还以为是轮子发光呢。这也没有宣传片上那么炫酷啊，这臭光子就知道坑人啊。哎，你们贴完了没呀？快点走吧，再不走我走了。哎呦妈，三辆摩托车，怎么的，要比试一下吗？当然是我车技好啊。哦，对了兄弟们，这个火箭摩托和普通摩托比起来哪个速度快点啊？我有点好奇呀、啊、咱们下次实验一下。哎，这老虎你怎么飙死了呀？我让你骑慢点呀，这样摔死了吧。等着啊，我带你老婆去探望你一下。在旁边。什么？旁边有人吗？哦，好像是有人啊，请人拉吉普。哇，有两个，还有大菠萝、哎、我的救命啊。这老虎，我把你老婆送过去了，毕竟夫妻一场就要整整齐齐，要死就死在一块儿嘛。哎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也想救你们呀，但是我下不了车呀。我看一下那两个人在干嘛呀，看看能不能偷袭一下。哎，有枪声，我靠，开车过来了，还是黄金玛莎拉蒂四个。哎呀，我被包围了，太惨了，这玛莎拉蒂怎么这么快呀？还是玩不过他们呀。好了，那么视频结尾的考你们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听好了哟。幼儿园放学了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小朋友从大门出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记得把答案评论在视频下面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每天最新视频在西瓜视频更新，别忘了每天来西瓜视频搜索爆星进入主页来观看更多精彩视频哦。